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乔宝。今天呢、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了。那开学的开学，上班的还是继续上班哦。先在这边祝福你们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是车王晋级赛的部分啦。那要来测什么呢？因为之前有人说团队会比个人简单。那我的想法是啊，个人会比团队简单。那今天的晋级赛啊，我就用个人跑看看。我先说说我个人为什么会觉得团队比较难哦。第一，每个人分数阶级不同，像我现在啊是王者要升车王，那照各位说的找大腿来，那你的晋级赛可能都是打到车王的对手，难度当然也会提升。简单来说啊，你找越强的队友，对手就会多强，要获胜也不是简单的事情。我会喜欢玩团队啊，是因为我喜欢有团队合作的感觉哦，一起输一起赢，那感觉对我来说很棒，谁跑得好就称赞谁，跑不好就嘴炮一下，才真的有那种玩游戏的感觉哦。但当然不是说大家都跟我一样，有些人玩游戏就喜欢一个人，所以我都玩团体的原因就在这边。那为什么我觉得个人比较简单呢？首先哦，遇到人机的机会更大，再来对手的程度啊，基本上都会在王者，遇到高手的机会不多。那再说啊，现在只需要前四名就可以了，我这场也没有跑得特别好，但可以看到很轻松的在前四名，也没有什么压力。那这边呢、顺便讲一下，很多人好奇上车王后会再掉下来吗？会，但你之后再升上去啊，不用再打一次晋级赛，好像是分数到就会上的样子，我也不太清楚啊。我个人是觉得很难从车王再掉到王者啊，除非你真的衰到不行，把把输。那 S2 排位赛季啊，也剩没有几天了，9号就是最后一天了，还没有爬的要赶进度咯，因为每结束一赛季啊，都会拿到奖励。那最重要的啊，当然就是 KB 的部分。如果你是一个无氪玩家，那这个 KB 奖励你当然要拿到。青铜跟白银的话只有 1000KB， 黄金有 2000KB， 铂金有 3000KB， 钻石有 4000KB， 大师有 6000KB， 王者有 8000KB，车王有10000KB， 车王101星到200星有12000KB， 201星到300星有14000KB， 301星到400星有16000KB， 401到500星有18000KB， 501星以上有20000KB。哦，那当然能车王是最好的，免费10000KB 不拿白不拿，还有徽章啊。那真的爬不到的也没有关系，再接再厉。那 S2 啊也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，9月我们的 S3 也要出了，我个人相当的期待 S3 的内容，到时候会再一一拍影片给大家看到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能不能顺利跑完剩下的晋级赛吧。对了，其实我一直很想要试一件事情哦，因为我平常没事啊就是会滑抖音，我在抖音上看到有很多不管是跑跑的影片还是极速的，他们都会在跑的画面中配上语录的东西，或是星座的，反正就是最多就是那种在讲爱情的屁话。我想试看看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。OK， 滤镜先下 ，Nice。如果我说爱我，没有如果，错过就过，你是不是会难过？那如果拿来当借口，那是不是有一点弱？如果我说爱我，没有如果，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，还想什么？还怕什么？快牵起我的手。有人说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，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我常说，如果人类连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需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，在东京铁塔第一次眺望，看灯火模仿坠落的星光，我终于到达，但却更悲伤，一个人完成我们的梦想。你总说时间还很多，你可以等我。以前我不懂得未病明天就有以后，想念是会呼吸的痛，它活在我身上所有角落，和你爱的歌会痛，看你的心会痛，连沉默也痛。遗憾是会呼吸的痛，它留在血液中来回滚动，后悔不贴心会痛，恨不懂你会痛，相见不能见最痛。我再试一个好了，然后我唱个歌好不好，然后这个时候特效就要来一个下雨的，来下一下吧。好，就是这个感觉，没错。好，情绪酝酿一下，准备 Let's go。 以后还是朋友，朋友不能牵手，
想爱你的冲动，我只能笑着带过。最好的朋友，有些梦不能说出口，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。好啦，玩够了好不好？我刚刚最后一句还是破梗了好不好？我还是很想笑，我还是给他搞怪了一下好不好？这才符合我的个性嘛，对不对？那种诙谐诙谐、难过难过的东西不适合我 ，OK 好不好？我还是比较开心、比较开朗一点的这种风格比较适合我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好的，那我们前两场的晋级赛、可以说是跑得非常的轻松哦，毫无压力可言，好不好？是非常顺利。那这场我想，如果没有什么重大失误或意外的话，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跑完这场，然后顺利的升上我们的车王啊。然后就算我这个失误再怎么严重，我觉得还是可以追到前四名啊。你可以看到那个小地图，好像就只有一个第二名离我比较近而已。那其他我好像是看不太到，是吧？哦，有，后面有四个，总共四个，那还好，还行，还可以接受。那这样子跑下来，我觉得啦，个人就是比团队简单哦，因为这样跑起来就是没有负担，零负担的感觉，就像喝了美招健康一样，没有负担。所以，以后晋级赛的部分啊，我个人是推荐，如果想要赶快上去的话，我觉得个人竞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真的没有什么负担啊，轻松到我现在突然有个感觉啊，感觉来就是要怎么样，感觉来就是要不度嘎吉够地啊，不多冲那嘎吉够地啊，不多冲那大吉够地啊，不多不能够破杀那不路啊，耶，好不好？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样，就是有时候情绪来，就是那个兴奋的时候，就会唱这首歌。以前这首 freestyle 啊，不知道的人很正常，就是有点年纪的人才会知道。可是他们最近好像又有在打广告吧？这个游戏就是那个打篮球的那个 freestyle online。哦，我以前这首歌超级红的，我们只要一听到就在那边五度嘎叽够地，那个情绪一来，知道就很想五度嘎叽够地，就很嗨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突然想要来点简单的 beatbox 好不好？突然想来点节奏性的好不好？来。B-box, yeah, yeah. Boom, boom, B-box, yeah. 好，我跟你讲 ，B-box 不能少什么，就少一个刷碟，好不好？我们简单来刷个碟，来哦 ，DJ 刷个碟。Yeah, 好不好？就是这么简单。好累哦。连 B-box 都可以顺利的跑完晋级赛，你还有什么理由跟我说你跑不完这个晋级赛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呀，所以我个人的见解呢，就是个人比团队简单，好不好？好多个人哦，我讲那么多个人，好，我们来一起观看这个传奇动画。哎呀，哦，舒服了，好了，就这么结束了，好不好？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？怎么会让你抱着我哭？忘记说了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先到这边结束啦。我是还在努力的乔宝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